是除妖回来了。壮士，除妖除了吧。妖孽一除，乡亲们以后可以安心生活了。太好了，太好了。在你心里，圣教和正派之分真就那么重要？他那么在乎正邪身份，你们是不会有结果的。幽隐，东海六波山，入海七千里，没想到这么远。老大，小子，别的小子竟然没死。云家陆宅。